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今天乔林日志来到 Juro 的 Moss Cafe。OK， 我们今天点了一个超棒的餐，这个是玉米浓汤。对，然后今天这个套餐是 Teriyaki Chicken Rice。你看新加坡的 Moss Cafe 它有 Chicken Rice 哦，它不是只有卖汉堡。它这样一个 set 的价钱啊是11.7元，然后是新加坡是含有消费税的。那我们今天先吃给大家看。好，首先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的那个 Teriyaki Chicken， 它这有饭，还有沙拉，然后我点的是玉米浓汤，玉米浓汤要再加钱，加一点点钱。啊，这蛋好可爱哦，它是水煮蛋哦，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先炸过这样子，然后沙拉，这沙拉不能选，然后它有两颗小番茄，然后还有就是红椒跟黄椒，然后再加一些 chicken 跟那个海苔丝。OK， 首先吃给大家看，这个是 teriyaki 的 chicken， 我先给它吃一口饭给大家看，它的闻起来香香的，哦，它吃起来是那照烧酱的味道，然后上面还要撒一点点的那个白芝麻上去，然后有点那种芝麻香的感觉，嗯，它算是偏湿的，不是偏干的。然后这个鸡肉，它鸡肉是一整块，然后它没有切断，好像是吃一口，是不是应该问他一下，嗯，有没有叉子？嗯，它鸡肉好暖啊！我刚刚问他，嗯，超暖，它的鸡肉好好吃啊，软嫩软嫩，然后还有那个照烧那种酱的那个 teriyaki 那种酱的感觉，然后来吃一下这海苔，嗯。海苔偏湿，因为已经在鸡肉上了，所以偏湿。吃这个小番茄，嗯，小番茄超好吃，我很爱。我帮你放在它下面。然后这个是蛋，它蛋有稍微炸过，它是水煮蛋稍微炸过。嗯，哎，口感不一样啊，外面有点软软脆脆，然后那种粉粉的那种感觉，然后里面就是一般水煮蛋，然后可是也不会太干。然后再喝这个玉米汤。玉米汤也好赞，好，这个套餐呢，1到10分我会给8分，给大家做参考了。那下次给大家看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的话，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